前开心宣布自己正式回归啦啦队，并接下队长的重任，让粉丝们又惊又喜。而6日是他32岁生日，没想到在生日前夕他却发生车祸。他在最新的贴文中透露，自己在生日前几个小时出车祸，跪求网友们推荐好用的除疤药膏。而从他附上的照片中可以看到，他左右脚上都布满淤青，让粉丝看了相当心疼。他也透露事发经过，当时他跟朋友在骑车买晚餐的路上，不小心跟车子擦撞，所幸目前并没有什么大碍，大概休养1至2周，要看伤势来决定复工时间。但要粉丝们别担心，状况已经稳定下来了。